出事那种，然后这种流水数的。字体这个没错，这个好，那放其他的好，标签编程哪一个呢？哪一个对可以哪一个是图案呢？好，这一个，下面选一个。好，下一个。这就是编程。这里可以做个设计。这个就这样了。不管了。这个是随机的。好，下一个不用管随机的了。这都图案呢？那个动漫是个新的吗？动漫的，你打一下。选一个图案吧，还可以制作，然后你这个，然后还有一个圣诞的哈，我可以这个圣诞的，换一个图案，它自动会过，或者你自己选，这个是全选的那种，就是从头走到尾的。